理由，勇敢向前走，你有很多的借口。潇洒跳的舞，今天你是主角，我们手牵手，阳光伴随你我左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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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牵小手，向着快乐，向着幸福，向着阳光，向着明天走，向着明天走。手牵小手，向着快乐走。大手牵小手，相伴到永久。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蓬勃发展的四川天府新区，充满活力的产业新城资阳。是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央视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本栏目是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我是陈香瑜，今年8岁，是四川省资阳电视台燕之林艺术团的小主播。我是明浩东，今年11岁，也是四川省资阳电视台燕之林的小主播。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美丽的家乡资阳。我的家乡在成渝经济区中心地带，连接着成都、重庆，也就是西部车城资阳。35000年前，古老的资阳人在这里开启了沱江流域人类活动的文明史，所以资阳也被誉为蜀人原乡。说到蜀啊，也就是四川，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一下就会想到川剧变脸，对不对？对，刷刷刷，一张张脸谱变起来非常的生动，对不对？是吗？啊、您说的这可不全对呀。怎么了？这变脸啊，不仅仅是一门技术绝活呢。啊，是吗？据我了解，这个咱们资阳河派在川剧的四大流派中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高腔为主，流行于四川的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那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川剧小花变变变的伴奏当中呢，就特意融进了资阳河中的精华元素资阳河锣鼓。这个节目还有一大亮点、哦、就是演员啊都是7至12岁的小女孩、哦、传统的经典在可爱的小朋友的演绎下又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精彩呢？是啊，我们很期待啊。那就请欣赏他们的表演吧。好，掌声欢迎。欢迎。好帅新鲜。
变换，大脚伸起火线，白浪剪纸变化多乱，反复锤炼技巧不断发展，练出我中华民族气象万千。栏目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红果果，你知道吗？我们这里从古至今啊，哺育了孔子音律之师长虹，西汉辞赋家王褒，东汉经学家董均，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和我们共和国的陈毅元帅等仁人志士。那么今年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1936年的夏季，赣粤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大雪封山，我们的游击队粮食断绝，只能靠摘野果、采野菜、剥笋充饥。是的，那面对这个游击队的困境啊，我们的赣南地下党的同志组织群众啊，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开进进山砍柴的机会，把这个大米啊装进这个挑柴的竹杠里，把食盐呢融化融进了这个棉衣里，然后扔到山上转移给游击队。当我们的陈毅元帅吃着捡来的白米饭，可以说是感慨万千，于是便写下了这首赣南游击词。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衾衣被下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顷可数，野菜或水煮。日落西，集会一兵机，交通尘出无消息，驱驰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去。夜难行，营雨苦艰寻，野营已自无棚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天放晴，对月设野营，拂拂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梦中念敌情。休玩笑，耳语声放低，里外难免无敌叹，前回咳嗽谢君机，纠偏要心虚啊，叹缺粮三月肉不长，夏吃杨梅冬包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满山抄，草木变枯焦，敌人屠杀空前鼓，人民反抗气更高，再请把兵交。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勤学习，落伍时堪悲，此日准备好身手，
他年战场获景归，前进心不灰。莫怨嗟，闻角度年华，随子引狼书于鼎，大金抗日渡金沙，铁树要开花。栏目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是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但是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用肢体语言为我们表达出花开的声音。
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父母为了孩子的未来出外打工，而孩子们留在家乡，他们内心的思考最想的就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个舞蹈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情景，家的呼唤，让我们一起了解留守儿童的心声。声声带走我的思念，日盼夜盼终不见你们的身影，没有你们的地方何处是家？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我想你们了。他们是来自我们资阳市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的中学生们。嗯，他们为什么演得这么好啊？因为他们就是留守儿童。顺着我的目光往那儿看，看看你们的谁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掌声欢迎他们的父母。欢迎他们。来，请起立到台上来吧，这是一个相聚的时刻。看见孩子有什么变化吗？变化很大。嗯，真的感觉对不起他们。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我没有。哎，多懂事的姑娘啊，为什么会这样想？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挣钱养这个家，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最好的，没有什么对不起。我很感谢他们生了我，养育了我。我们长期在外面忙，很少和他在一起。感觉到今天看了这个节目感触很深，感觉到很对不起他，但是他有今天的成绩，我们也由衷的感到高兴，感谢培养他的学校老师，感谢这个节目。我的孩子以前哈，我们由于工作的原因吧，没有把孩子照顾好，我们表示很内疚。
现在孩子这么大了啊，今天能表现出这么好的节目，孩子呢有今天的成绩，我做家长的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我们请特步集团常务副总裁叶奇先生代表特步儿童为我们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捐赠特步儿童的服装，价值50,000元，为他们更换校服。我也是四川人，但是看到家乡还是有很多不富裕的小孩，那么我们公司肯定还是要全力以赴，对这些留守儿童，对这些生活上暂时有困难的要给予支持。我是乐至高级职中的校长，今天来这个地方呢非常的高兴，也这个非常激动。我呢在这个地方代表学校就两个意思，第一，绝不让留守儿童因为家庭困难失学；第二，改进我们的教学方法，让每个学生快乐的学习，健康的成长。此时此刻，我想请上来毛家贵部长，为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感人有爱的仪式致辞。我们资阳这几年加快发展，但是在农村还有很多这个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的环境现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个发展还不平衡，我们全社会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来关心我们的留守儿童，帮助我们的留守儿童，让他们有良好的健康的成长环境。让我们祝愿他们好好学习，拥有明天，拥有未来。